哎，那不是那个立牌吗？哦，杨超越在这里迎接我们。嗨！欢迎大家来到第二个游戏——快乐吃。好的。这个我喜欢，我都饿死了。吃零食是大人们放松身心、缓解压力的一种快捷有效的方式。美味的零食能够让大家随时补充身体的能量和心里的快乐。接下来，你们需要通过快乐吃挑战完成大人的吃零食心愿。好。哦。挑战。这个游戏特别好。快乐吃游戏规则：两支队伍，每轮各派两人参加，一人根据所给的清单拿零食，另一人蒙着眼睛给对方拿零食成员拍照。每轮挑战限时10分钟，每拿对一种零食积20分，而每被拍到一次扣1分。整个游戏3局2胜，最终胜利的队伍可以激活4个童年超能力，失败的队伍只能激活2个。来，大家可以各自选择自己队的队友，谁去拍照，谁去拿零食。我去拍照哈。拿零食。我拿。我拍。好，你们收到的是暖心亲亲满足餐，请上来拿取你们的套餐。来看一下我们的采购清单。一样的，一样的，两个单子是一样的。一样的。就我这太难了吧！贝壳、海马、章鱼、海豚、海螺。哎呀，我这也难。那现在有请两位摄影师到宝宝围栏就位，戴上眼罩。好，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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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应该在哪儿啊？在这儿，这不是那个狗狗的那个什么吗？可以啊。请拿零食的小朋友进入超市。门口的东西，那可以拿。还是小道具。哎。行。哎，二度口拿着。门进来了吗？杨迪进去了。杨迪一直在你的右边走啊。右边是吧？哎，哎，我听到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跑到你身边去了。杨迪已经在你的身后了。身后。杨迪。他在那边，他在你右边。小萌你在哪儿啊？小萌。你在哪儿？小萌。小萌。拍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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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边拍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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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手机都没了。掉了我的相机。你相机呢？太难找了。别动，别动啊！我帮他拿一下相机。啊。你不能拿他的相机。好。啥？这啥超市啊？啥都找不到。
你找着了没？找着跟我说一下。关键是，我说实话，我很想找，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这个饼干。贝壳、海马、章鱼、海豚，它没有啊，哪有啊？这个饼干。我知道饼干在哪儿了。在哪儿？在你身后。我说的嘛。来点饼干啊。哎，你也发现了哈！你在这儿是吧？你在这儿是吧？你在我身后。这这么多铃铛，是有东西吧？套餐。在这里面，好轻啊！这个是大包零食哦。这糖果。这多重我去称一下。哎，一个一个称，一个一个称。没有那些吧？你这没用，你这没用。你去回去再拿去。都别称，秤坏了。哎，我称完了被萌姐抓走了，我把秤盘子拿走，都别称了。萌萌，杨迪把秤弄坏了。萌萌，哎，你先别拍我，那什么。让我做一个秤，不是，杨迪把秤弄坏了。萌萌，哎，时间还剩五秒钟。动物饼干，抓一把进去总会有那个。三、二、一，游戏结束。我看看拍没拍上啊？肯定拍上了吧？哦，拍上了，拍上了。你看，这我拍的，拍的太帅了。给他看一下，抓贼。看看，我看哪张？什么？可以啊。哇，你太厉害，特写都拍上了，我得。你拍那个行啊？太累了。哇，我跟你说，拍的太好了，他拍杨迪特写，杨迪都狰狞了。王小萌，你的巨型零食拿错了。一样一样，谁的重？我的重吧。我东西多，你的好轻啊。有，那里面都是还有假的，有山寨版。你的贴我这好重。他这个是假的。你假的。假的。是不是？对，所以迪哥积二十分。哇！太厉害，还是要不还得是前辈呢。我进去看见有三包，一颠，这包轻，这包重，拿这包，有真有假。哇，是这牛啊！这谁能想到？但是我的照片颇多，没关系，甚至有特写，脸部的特写。哎呦，这是这谁？这是往镜头上撞。这个是个猫眼吗？是我，开门！你看我都，我跟他说的话都知道。说什么？拍呀！这是什么？超！我俩打架，我在跳。要拿杨超越把你们都扫了。冲啊！还有啊！像个流浪汉。哎，这太好笑！你真的是张张都在，我跟你讲。哎，这看不出来，这看不出来。这个只有杨超越没有。对。这张我终于正确的使用了这个人心立牌。OK， 来看到另外一对的照片。你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拍的多帅！这样真的是拍出那种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冰场滑，哎滑，哎大片的这个，大片真的跟你说，绝对厉害，老厉害了。下一张。哎我躲，哎我闪，哎我抄。短道速滑。抄。哇，我这个很厉害，躲得很成功啊，太成功了。
接下来第二轮，请来领取你们的开心乐园哈哈餐订单。